哇！做乜嘢啊？佢仲嗰架车扭过嚟嘅。有关建议分散应对国家首要挑战嘅工作，救命啊！因此会再进一步推动以集中精力落实经济增长方案嘅其他措施。关浩庭稍后将会喺立法院嘅保守党年会发表演说，保守党总统发出关浩庭演辞嘅节录内容。佢将会强调会坚持减税，有信心计划正确。关浩庭喺十日前公布大规模减税措施，市场忧虑英国啊，嗰日出做乜嘢啊？因为佢扭过嚟噶。哎，系咪你揸？边个揸？关浩庭连日为措施辩护，但报道话保守党最少有七十名国会议员考虑投反对票。首相卓惠斯可能会将方案押后到十二月表决。待关浩庭喺十一月二十三号嘅中期计划中提供减税计划嘅资金细节后，先至会要求国会成员进行表决。一嚟政府成立独立调查调查，星期六造成一百二十五人死亡，超过三百二十出唔到嚟而家嘅人踩人惨剧。安全部长边个揸架车？调查组成员包括官员、学者、地球界专家，都会进行事实调查。我一定要把你撳住個箱。